自动填满。好，我们再一总分把它一由高至低排序。好，我再点一格，输入一个名次。因为刚宣告做表格，所以它颜色会自动修改。那名次呢，现在总分最高是它嘛，所以名次这个是第一名。好，按 Enter， 这是第二名。好，接下来就不用再打咯，输入了一跟二，请你脱曳这两格哦，把这两格都选起来。Excel 自动等一下会一加一变等于二，二再加变成三，所以把这两个脱曳选取，移到右下角绿色方块这里，脱曳往下拉。那接着就不用打了啊，这是 Excel 这个很棒叫自动储存的功能哦。那不是只有一跟二哦，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呢？等差的。什么叫等差？譬如说第一格输入五，第二格输入十，脱曳这两个往下拉，五十数就出来。输入个一月往下拉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输个星期一往下拉，二三四五六日一二三。那输入甲乙丙丁呢？哦，这个都是自动输入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做排序的工作。我们现在呢需要一什么来排？一，这下是一名次排。我现在想一做号排哦，编号点这里，我希望递增排序，那就从一号开始了。所以一号许廷雅是第几名？第五名，总分330啊，这就完成了这个。那这个再把它选起来，这个再来点跨栏之中，因为增加了一格，对吗？选起来，再点跨栏之中，啊就 OK 了。所以再做一次。就修改了我们这 Excel 的工作表。